你既然早就原谅我了，你干嘛给我离婚证书？因为我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是我强迫你的，但我不确定你的感觉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，所以就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你。但这不代表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啊！我只要你心甘情愿留在我身边，你就不怕我真的签名啊？还好。 因为签离婚证书的时候，你需要两个证人在场证明。就算你签了，只要我不承认，法官就会宣判无效。你才是真正预谋犯案的高手。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律师？那你就得乖乖留在我身边了。 想要回家看我们的可爱的绑架犯，你呢？你想去哪一站？我要去杀了 Gary。 其实呢，不管到哪里都可以，因为只要有你的那一站，就是幸福的。